东兴社区经水系统提入改造项目，为了维持今年十大民生设施之首，项目预计到明年建成，将汇集29万户老旧社区甲小区居民。近日，记者从外海水务公司了解到，目前项目进展顺利，已配合金品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累计完成经水管网经外134公里，并通过升级改造东兴社区四座水厂，安装加入泵板等，为金品区80000户空净实现经水提入，提早完成今年嘅基点目标。建议上世纪80-90年代嘅紫城花园有上千人口采外人，因为水管老化破损、水压低等原因，饮水冷门带直接困扰着小区嘅居民。特别是到饮水高峰期，有时候连水压拢成门带。不过现在居民只要拍开水龙头，动力充足嘅自来水就啪啪叫车捞出来。往来嘅水啊，也去就水唔忙，了解也去冲刷。现在房接着升水管啊，就是水清甲慢，加起来呼呼叫车走出来。水管呢、啊、都是以前那些老旧了，现在基本上有的破了，有的生锈了，很多管都乱七八糟的。现在来改那个水管，反正布置的整整齐齐，而且现在水压提高了，居民对政府的那些工程是很支持的。上世纪80-90年代，东兴社区相继建起直坡又直坡的小高桩主体，但这类楼房多为7-8幢，至少高九幢。20-30年后，这类小区变得牢固，建筑设施老化明显，居民用水冷门带日渐突出。尤其是1995年已在建成的主题区，管网大部分采用普通导线管甲主体管，冲到老化严重，使用逆行加灯等门带。此外，作为城市输水系统等的重要环节，东兴社区的新增月浦、安埔等东四座水厂已经无法达到当前生水容量，导致如是老旧小区经水冷带自如独处。为此，今年初市政府将东兴社区经水系统提入改造项目列入2022年十件民生设施，项目总投资17.93亿元。通过改造水厂泵板基础，修复河径外126公里市政经水管道，建设183座社区泵板及社区管网改造，规范化改造部分用户水表凹裂孔，从而改革经水淤泥门带。近日，记者从外海水务公司了解到，该项目进展顺利，已配合建平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累计完成经水管网经外134公里，并通过升级改造东兴社区四座水厂，安装加入泵板等，为建平区80000户空净实现经水提入，提早完成今年嘅基点目标。我们这次提压工作，我们公司是非常重视的，啊，落实我们技术部门啊对我们这个设备进行改造，更换了4台水泵的叶轮，还有1台电机。从那原来那个供水压力是0.29兆帕，提升到0.35兆帕，0.2就是送到29米，0.35就送到35米，供水压力就大幅提升了。还有供水的啊，每天的供水量，从去年同期这个时候的送水量是10.5万吨，啊，今年啊这个时候就是18.8万吨啊。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到6楼的时候，可能就不一定有水啊。那现在应该是没问题了。目前东兴社区经水系统提入改造项目仍在稳步推进中。相关建设单位表示，将加强交通协调，保障保量，力争到明年大灾贴对改革东兴社区29万户老旧社区小区一直被10万人口用水淤泥不足的门带，全面保障广大市民的饮用水质量甲安全。为独老独食，能控明目平静，此会建局已组织为从此符合条件的居民免费接种新冠疫苗。在此目前，创始完成创听之前覆盖率已超过80%。专家提醒，70岁以上人群免疫功能相对加弱，感染新冠病毒后发生重症及死亡嘅风险上高，因此应加快推进积极人群嘅接种工作。每日记者到市区石炮台街道新澳社区嘅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团购，不少市民无需排队。到微博难忘的引导下，依次登记信息，接种新冠疫苗，然后流光。其中有部分老年人是到家人或义工的陪同下，过来接种新冠疫苗的。
我也拍了多几次针嘛，出去公司非常好，人人非常随心静静，非常好，方便到家门口就好，好重要啊。有滴去老人呢，会唔方便人呢，我帮伊家经营工作门，叫来叫拍针。我是做清洁的，当时都是针拢跑。据介绍，为无数推进新光目标之前工作，方便老年人就近之前新光目标。金平区多角社区设置新光目标临时之前点，同时为老年人提供健康咨询、盲病台车、健康体检等即暂时服务，定期对老人进行健康随访，为老年人提供家门口的之前服务。主要还是布置我们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我们各个医院的接种门诊呢，进社区为居民开展这个新冠疫苗的接种服务。那么目前我们的接种重点呢，还是60岁及以上人群的一二针，还有我们加强针。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接种新冠目标超过900万支次。完成全听之前约445万人，全听之前覆盖率已经超过80%。专家指出，由于老年人的免疫功能相对较弱，一旦感染新冠病毒，发生重症、危重症的比例更高，所以建议老年人尽快接种疫苗，或者到完成六针之前六个月后，进行加强免疫或者更好的保护效果。现在国内疫情呢还是处于不太稳定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是呼吁我们的居民群众还是要做好各项防疫的措施勤洗手、戴口罩多通风不要去人员聚集的地方。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这个抵抗力呢还是属于一个比较低的状态。那么我们也是呼吁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呢继续来积极参与我们这个新冠疫苗的接种，同时我们也会提供这个免费的体检服务。有网民反映，市区金章立交桥一处台板轻微沉陷，担心重蹈覆辙。相关部门对此回应答，目前桥梁主体甲固化窗决定封闭金章立交桥西北匝道左右侧车道，并从今日下挂起进行维修。网民反映的部位是金章立交桥西北匝道的一处台板，即山江路北往南方向，现场可见立旁。对此，附近铺好的市民拢表示担忧。有只大浪拖啊只过来，我上堆，万一拖到，万打着人。对此，市住建局、市城管局、市交警部门等相关工作人员同一时间到场处置，对金章立交桥西北匝道进行紧急封闭，同时组织专家进行勘察、研究处置措施。据市住建局的消息，根据现场勘察结果，金章立交桥建成时间加久，受近年来车流量激增影响，西北匝道出现桥台板轻微沉陷、防撞墙极薄开裂框隙的情况。经此相关部门专家研究论证，认为目前桥梁主体结构弯窗不影响车道通行及弯窗。针对这个问题，决定封闭左右侧车道进行维修，其他车道照常开放放行。下挂记者到现场通告，金章立交桥西北匝道左右侧车道已经封闭，相关部门正组织力量开展维修。哎，我修完我又好。修好就去看咯，我就想下个对人交通非常危险，你知未？嗯，硬着蛮好个。到现场由市民发现，金章立交桥东往西六桥处有一处地形出现裂缝，希望相关部门也予以勘察。如据悉，接下来相关部门将对金章立交桥其他方向的桥体进行检测，消毒安全隐患。昨暝早，到山头南无乌石附近海风，一所火中促焦后起火，有沉木的危险，情况万分紧急。山头海警局接报后，立即联合南无海事处展开救援，救援生死时速，最终五名受困阵亡，成功获救。
在明早十点四十分，汕头海警局与汕头南澳海事处到南澳欧石湖跟海福开两辆船车行东西，直到报警。但该海福一艘火船触礁，机舱大火，冒出滚滚浓烟，而且总体严重进水，冲到顶中可能。我们汕头海警局立即就启动了应急预案，联合汕头南澳海事处共同派遣执法艇，全数驶向该事发海域，对触礁船只进行救援，同时安排另一艘海警执法艇在该事发海域设立警戒线，通过海上的升高频系统提醒附近来往的船只加强瞭望，谨慎驾驶，防止发生碰撞事故。当时海面反应又大，触礁火船火势十分猛烈，船顶有人员被困，情况紧急。经过对火势和方向进行研判，海警执法员通过电台广播系统，让受控船员立即抛锚固定船位，关闭船舱油阀，并请好救生衣，到船顶上方口等待救援。我们海警执法艇就联合海事处执法艇，共同采用水炮对货船着火处进行灭火。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扑救，货船舱面火势得到了有效控制。随后我们海警执法艇与前往协助的拖轮共同转移遇险船员，将五名遇险船员悉数安全转移至汕头港，并按照防疫要求做好相关工作。随后触礁火中的火被扑灭，火中总体结构保存较为完整，相关后续处理工作正在处理中。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广大的渔船民，在进入陌生的海域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航线，航行过程中要加强瞭望，如果发生触礁搁浅等情况，应第一时间保证船舶整体的水密性，拨打95110海上报警电话等待救援。近日有市民爆料，市区山顶路有一处商铺的门面装饰出现破损，有多处民房脱落，可能危及过往群众的安全，希望公部门加以处理。记者就此前往了解情况，当地居委会获悉后，也已经采取相关的措施。前面晃扬的商铺到山顶路998号，记者现场看到商铺大门紧锁，门面吊顶装饰破损严重，有多处门板脱落，露出内脏的白鸡。其中上严重的是吊顶的左侧，九个门板几乎脱落，向跨度空档，固定门板的白鸡顶板还白着一个充电冰一次。记者从附近商铺了解到，这个商铺的安装好已经搬走了一段时间，可能是因为长时间无能打理，门面的装饰正破损到这样。搬这个好几年了，好几年了，都一直搬着对吧？对，没人走。据介绍，这个商铺的门面吊顶是到哪个月才出现破损的？下大雨掉下来的吧？前两个月，它掉一个等于踢个那个石头了，砸烂的车了。有群众出希望，有关方面及时采取措施，对商铺破损的门面装饰进行维修复刻的消毒安全隐患，以免伤及过往行人。我要处理掉，袂打掉，人袂较危险嘛。那个真打掉，来去找地点。就此，记者向有关方面反映了情况，当地居委会工作人员获悉后，以今日日头到商铺门前拉起警戒线，防止破损的门面装饰加落落来，伤及人亡。当时联系商铺业主，要求其尽快加以修缮处理。内灯路是停海内的一条交通要道，车流量大，为确保交通安全，交警部门在道路中央设置了隔离栏。不过有路灯里边能撕开缺口，出现违规通行乱象，重蹈未世界安全隐患。现在内灯路新路路口附近的东阳隔离栏被开了直道缺口，有人发的以插上的哥架机，提醒过往人员和车辆注意。不过不少机动车里贪图方便，连接的缺口掉头闯进，重蹈安全隐患。在前明早，一只小汽车到经过这个缺口的时候，就遭我鬼探头，抓地惊甲一只经过缺口掉头行驶的车辆发生碰撞。据了解，该路段的东阳隔离栏是挂个月在安装的，但之后不时会有隔离栏被人为破坏，甲新流路口之上的缺口就是直马钢被破开的。是被人拆掉的，还是说正常打开的？
这个都不知道。哦，不知道。他说我们早上起来就看到了。有村民答，这段路走惊掉头的话，有约500米的距离。植草人为了方便，就频频连扩口通行。买着人家种植高方面不方便，哦，那买着人家草，佮他们在度塞塞啊死死，人流量真大，真快在度塞车啊，在路上路是，叫人家爱出事广告。记者发过再了解到，有关方面已修复了植植扩口，有空政组希望相关部门加强监管，严查市区隔离人扩口界违法行为，也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遵守交规，文明出行，切莫以身涉险。近年来，我市海上风电商业发展迅速，植台台风机创立到越南界海面上。不过，植草风机界风速170多米，而且需要整装运输。遐植草大家伙是如何顺利上公路下码头真强酷个呢？上海电气广东智能制造项目是省市重点建设项目。首届海上风电项目35台风机已本月7号顺利完成海上吊装。而此外，设备到运输过程中，企业相当头疼的是风机射频、发电机等部件冲到跳灯、跳高等跳行运输门带。汽车会总称85米的配套风速运输超重，更是刷新我市大件运输超重新纪录。从那个高速公路下来的话，到我们那个就是我们的汕头基地，就是濠江的一个产业基地，然后再出运到那个广澳港码头，这里面是就是这一段路的话，就是对这个朝鲜运输来说的话是有一些障碍的。要通过我们的公路、高速公路、普通公路、运抵厂区，沿途的各类的附属设施对企业的运输呢，就带来了一些制约和影响。为帮助企业顺利完成设备运输，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协调铁路及改造深山东高速公路特号收费站，影响风电射频通行的标志牌、交通监控杆、护栏、路桥等设施，清除通行障碍。同时，甲下市高速公路路网编会组织风电设备升温检验，南山湾园区派山崁东高速公路公司进行现场勘测测量。开辟由汕头南收费站再往沈阳园区的路线，使运输更安全、更便利、更经济。协调的业主单位现场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勘察，对影响有可能影响到枫叶的运输的，就全部予以清理，或者说临时拆除，啊，确保这个枫叶设备呢在通行过程中能够一次通过，啊。对交通不产生影响。这个路线第一台套走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专车护送，就是中间有遇到问题的话及时解决，要保就是给我们这整个安全运输的话保证护航。今年1月份至今，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风电射频51套，共153频，已全部安装顺利运输到指定位置，服务市海上风电项目建设。自对接运输建业以来，我市已破例设计风电装备大型运输许可980桩。为此，相关单位代表也上前感激，感谢市交通运输局提供的保障和帮助。汕头是我们的15的主战场，下一部分我们的叶片厂也会进驻汕头。目前主打的机型是11兆瓦，原来叶片的话也现在已经长达那个102米，就后面的话，这个如果走陆运过来的话，会就是可能比前面的话会遇到一些，也会有一些新的一些问题，所以后面的话我们会根据这个来再跟交通局再做进一步的方案对接，然后探讨一个运输路线。我们的就是做好店小二。那尽量为企业啊打通这个运输的堵点痛点，那么如果将来下来企业有这样的需求，我们也会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为企业呢提供优质的服务。近日，江西宜昌一对夫妻意外身亡，留下不解尚未成年老囝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令人气愤的是，八届老囝的奶随后成了盲婴弟，遭到盲婴扎堆汤流凉。老囝会也因此遭受二次伤害。俄龙认为，这种病态流量实际上就是冰箱吃血黄涛。江西宜昌一对夫妻因为所有的时候夕阳花团东搭意外身亡，留下八个老囝。
这是直接令人悲痛的社会新闻。事发后，当地政府已经为老人会申请了补助慰问金，老人会暂时由伯伯和妈妈抚养，社会各界也纷纷出手援助，希望老人会能够顺利成长。让人无想到的是，部分网络主播也推动机会，接到慰问最高的名额，到更多探望一家人过后，将生存意识发到短视频平台，花不少网络主播去到老人会的来，进行肆意直播。目前播的老人老量的视频到网上疯传，播放量和点赞量拢非常大，主播得以收割网络流量。而从政法委为此发出提醒，请卖过度打扰。八届未成年老人独遭家庭变故含日失去父母的悲痛之中，情绪波动好大，需要得到亲人的安慰，抚平心理伤痛，并逐渐恢复平静的生活。因此，因遭到盲眼砸对汤流量，老人会遭受了二次伤害，这并不利于老人会的成长。近年来，网络直播、短视频发展兴盛，到流量为王模式的利益驱动下，部分主播为了吸引流量，热衷于扎堆来挖拉热点牟利。如今，每当发生一些有社会影响力、能够吸引网络流量的事件，各地主播就喷涌而至，不顾及当事人的感受，无底线地搞现场直播，制作传播短视频。如此做法涉嫌破坏社会秩序，违反社会道德和法律，侵犯当事人的个人隐私。直播为了八届最高等一系列典型案例表明，平台流量接的是发网头，网络直播短视频不能在蒙眼狂喷，需要有所规矩。主播应遵守法律和社会道德底线，不能只顾流量而肆意妄为。平台和监管部门也需对网络直播短视频实施规范管理，对违规主播予以严惩。